天主是爱，因着爱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爱。慈悲没有敌人，慈悲不可能对立。Pasar por otras personas es el primer modo de amarlas y de estarles cerca de manera completa. La vida es su llamada.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现在我们大家准备我们的心灵，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在主内我心喜悦。最近一个月，教会为我们台中教区，我们也发动各种的祈祷，每天的弥撒下午5点的一起念玫瑰经，每一个礼拜四的朝拜圣体等等都是为这些亡者的灵魂的安息，为确诊者的痊愈为辛勤工作的第一线的医护警消人员来为他们来祈祷除了祈祷之外，我们也回应天主的爱就是以具体的实践来关心这些需要特别陪伴的受苦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也有物资的发放有一些不方便来亲自领物资的人我们的志工们也把物品送到他们家里里面去那我们也有街友特别无家可归的人，我们也送上我们的口罩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这一份爱的信仰里面，我们也希望把天主的爱，把天主的同在跟他们分享透过我们宗教界的联合的祈祷使这个疫情早日弥平，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我们以爱彼此相伴那我们就怀着这样的意向我们继续来做这个祈祷。耶稣基督在我心中照耀，我们也协同教宗放弃各的意向，特别在5月协同圣母我们展开马拉松的祈祷。愿这些妈妈利亚为我点缀金瓶的恩赐给我点赐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来自不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台湾人民的各种恩惠，求你怜悯我们并转变我们的心，求你在人心不安的日子里垂怜我们众人，求你拯救那些因得到深层冠状病毒而去世的人，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早日康复。求你降福并保护那些未照顾被隔离的病患，所有医疗团队成员，保佑他们身心灵平安。我们也特别为世界国家来祈祷，尤其是执政者、政府官员和各个政党，求主赐给他们睿智、眼见、毅力、信心，在这关键的时刻都能虚心信靠上主，并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使各国人民早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天主教的刘总主教，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的大众，各位佛光人，各位观众，大家吉祥。新型肺炎疫情从开始到今天仍然在持续的蔓延传播中，现今我们全球人民因疫情快速的增加，使它造成生活上极度的不方便，另外呢，心灵在恐惧中受创更多的这个严重。在这种高度传染险峻环境当中，人心感到惶恐不安，当内心烦闷无助的时候，一定要忍耐，而并且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要有坚定信心而心不退转。为此，风雨过后总会呢拨云见日，看见希望的阳光来照耀我们大千世界。在此艰难困难的时刻，是需求忍耐生活上各种不便，我们更需要团结一心，具备勇气跟智慧，共同面对疫情，互相关怀，彼此呢劝勉鼓励，增进自己的信心和意志力，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永离忧伤，消灾免难。让我们共同来祈愿，祈求诸佛菩萨的加倍，让这个社会能够进化，主席这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国家平安。现在我们来以佛光山星云大师为疫情来求愿的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祈愿。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这一次新型肺炎疫情，许多人受到委屈、苦难和惊吓，祈求您的慈悲加倍，让我们具备勇气和智慧，面对疫情能够处变不惊，面对疾病能够冷静宽心。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有些地方封城了，有些活动暂停了，现在我们更需要发挥您救苦救难的精神，互助关怀，避免惊慌失措，彼此鼓励，增加信心无畏。虽然一时的不便，但我们可以呢静心正念，自我潜修。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团结一心，相信医疗人员、政府部门会尽快的解除危机，感谢医护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来医治病患。世界上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只要以慈悲智慧来面对，我们总是要心善好，大家重视环保卫生，就能够转恶为安。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此时此刻我们虔诚称念你的名号，我们要学习您的慈悲与智慧，转化外在的烦恼境界，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我们要远离分别揣测，我们要远离执着禅修。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祈求你让生病的人尽快的痊愈，赶快给他恢复健康，不幸往生者蒙福皆缘，能够安心到极乐世界，让社会进化，远离疫情，让普罗大众平安吉祥。南无观世音菩萨，祈求你接受我铸成的祈愿。观世音菩萨，请求你接受我铸成的祈愿。佛出爱，小年生好，佛出健康新生活，同岛命。
联合抗议，真好，台湾加油。最近疫情爆发，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新闻，政客的互相谩骂以及名嘴越来越激烈的言辞，当然会造成一般老百姓的焦虑和不安，让他们的心情不好，对国家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持续的运作，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谢的心情，我们应该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最危险的情况之下工作的，我们也应该感谢全国那些全部武装的士兵以及维持交通的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更加关心别人。要知道疫情对很多人的生计是有负面影响的，如果你知道有些亲友因为疫情而必须放无薪假，你应该和他通话，或许你不能对他有实质上的帮助，至少可以使他的心情好一点。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使大家冷静一点，关心很多其他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两句话，谢谢你和你好吗。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吉祥，大家好，我是国际博览会中华总会赵黎。新冠肺炎病毒仍然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蔓延，而我们在台湾也仍然处在高度警戒之下。我们希望继续为台湾这块我们钟爱的土地更尽一份心力。不过最近多了很多闭门静坐和醒思的机会，我相信各位都有同感。就是这次疫情之所以如此严峻，主要还是源自于大自然界对人类过去一些不当的行为所造成的反扑，像是这么多年以来的环境污染，像是人类持续的对动物的残杀，甚至于由于人性的偏颇而造成社会上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猜忌、相互的排挤、相互的争斗，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忧的事。今年年初，星云大师颁布了他的集句，是八个大字，就是花开四季，耕耘心田。或许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次净化人心的工作。就让我们用心来倾听这些智者的语言，也让我们用心来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的规划一个更为幸福和安宁的场域，作为未来人类安身立命的环境。最后，我敬祝各位平安、健康、吉祥、圆满。用慈悲智慧，让我们互助关怀，希望疫情早日远离。活出爱，有你真好。祝福大家用慈悲与智慧面对疫情，活出爱，有你真好。一起用祷告来度过这次的难关。台湾加油！本周台湾的立法，他跟大家活出爱。